进了屠宰场的狗为何不敢逃跑？狗贩子收狗的时候，为何再凶猛的狗都会变得异常老实，不敢跑也不敢逃？去过狗市的朋友可以发现，无论是收狗的贩子还是屠宰场，他们关押狗的笼子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狭小的，而这种狭小的狗笼里面往往会塞满非常非常多的狗，有时候一个小的狗笼子里面就会塞满几十只狗。像这样狗笼里面暗藏玄机，再凶猛的狗碰到这种狗笼子都会变得异常老实。因为像这些狗笼往往关押了非常非常多的狗，而狗是非常敏感的动物，它可以闻到狗笼子里面的危险气息。另外一点就是狗贩子和屠夫往往他是不喂狗的，因为他们一只狗收过去两天三天之后就会处理给火锅店，或者直接将它们解决。两三天的时间，这些狗哪怕不喂食也不喂水，它掉膘也掉不到哪里去，所以狗贩子为了节约成本往往是不喂狗的。所以几十只狗挤在狭小的空间里面，再加上饥寒交迫，这些狗根本没有力气去逃跑。还有最关键的一点，就是这帮狗真的害怕了。一群狗里面难免会有个把刺头，而这些刺头比较会惹是生非的狗，屠夫会直接当着其他的狗的面直接将它狠心处理掉。其他的狗看到这种景象之后再也不敢反抗，他们真正是被吓破胆了。